미야미야. 나도 다리다들 댄디 보자라. 디디. 엄마. 哦，你今天跟他玩了。我也想跟他玩。好啊，你先摸他，他就很舒服。哎，你看，妈妈。弟弟。妈妈。好多毛。Good morning， 又是崭新的一天。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我在剧场演出的收入。终于找到了！你好强哦！我十年来的薪资单，你怎么有办法留着？上次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那个老师来问我说：“哎，这个东西应该不用了吧？就是留着回忆就好了。”我说：“不行不行，这种东西就是一辈子的东西，要留着。”哇！薪资单。好的，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剧场演员呢一个月大家可以赚多少钱。我大概18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剧团演出，然后那时候因为念书嘛，然后算是比较兼职 part time， 接的演出也不多，然后加上那时候很菜，非常菜，所以那时候薪水呢也可能非常的低。然后到后来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休学，就是开始全职的剧场演出人生。这边还有那个，就是我之前去健身房打工的薪资条。那因为剧场演员呢、跟一般的工作比较不一样，我们算是case by case， 就是我们没有固定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所以会有很明显的大小月之分呢。可能这个月能赚的非常多的钱，但也有可能这个月呢就只有几千块而已。所以我们的薪水呢通常都是一年一年来算，就是我们会整年啊努力下来之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年到底赚了多少钱，然后顺便来检视一下我以前工作到底认不认真。这点我可以保证，你只要是工作你都相当认真。我目前看到最前面的103。因为我好像，我印象中我是从1999年开始演，那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都还没有要薪资单，就是一个月就是看他进来多少钱了。我也是后来正式待在团里，我才有开始演。嗨，还没，快到了，你再忍耐十几天就到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了，这是103年的，也就是2014年。2014，我们是2010结婚。2015，对，2015结婚，所以2014算是在剧团的中期了。中期，因为我们是2010进剧团嘛。来看一下我们进剧团4年的收入，一月份呢，总共赚了46816元，很多呢，算蛮多的。一个月演了20几场演出，哦，一个月30天哦，演了20几场，所以46000多块算是薪水来讲，算平均来说算高，高的呢。46000的话，在一般餐厅已经是经理级了，对，高阶经理级了。好，然后再来看二月份的薪水是29860元。因为二月份本来就是剧场月，算是小月了，因为二月只有28天嘛，而且也是过年哦，对，所以过年休息到 case， 对。然后我们的薪水啊，其实都还要再扣掉10%的。税，因为我们都算是9A 执行业务所得，所以每一次啊，我们薪水都要进来。我实际上是赚了33000，但是因为要扣掉10%之后，所以他给我的钱就是29860块，对，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三月，哦，三月也是27000元，哦，算都还不错了，算都还不错，哎，对啊。然后也是大概演出了10几场的演出，这样其实真的几乎很少在休息，你不要小看这10几场，真的很少，因为10几场你几乎演一场，大概排练要一个礼拜。所以你要想象一下那个，我们就是几乎都是在忙的状态，对，5、6日演出嘛，对，然后1、2、3、4、5是排练，礼拜一是我们最大的休息时间，对，偶尔礼拜一会休息一下，通常礼拜一会比较少排练，对，但是比较忙的时候礼拜一还是会排练，对，然后再来是4月份，哦，还不错，35640元，然后也是大概演了10几20场的演出，这样有，但我实际赚的是40500哦，然后扣掉了税之后是35000这样子，哎，真的很努力耶。六月的是33264，那实际上能赚到的是37800元，然后再来八月份的话是赚了35090元，如果扣税前的是39000，哎，每个月都34万，哎，平均算蛮高的，这样今年看起来没什么大小月，对。对，你今年看起来沒看起来都3万多块哦，来，小月来了，103年9月赚了8134元，为什么超小月？不知道为什么演出特别少，对，然后税也没有扣到，几乎没有扣到税，对，因为要满20000块才会扣税，然后再来10月就恢复正常了，10月的话就赚了43384元，如果扣税前呢、是49300块，所以将近5万块，差很多哎，还是差很多哎。然后再来下一个月是12月的话是赚了44000，
然后实际上是五万块。对，实际上是五万。所以如果啊不要扣税的话，我实际上这样算下来，一年平均103年平均，搞不好有四万块有。有，接近四万块。有，算是薪水算蛮高的。很多，是很高。但是都是用血、用泪、用汗换来的。血汗你泪水换来的。对，因为大家可能看到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大家都看到我们是舞台上演出啊，然后直接表演化妆啊什么，很漂亮很帅。对。可是其实我们背后付出的真的是很多的努力。对，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如果是下雨天会有多狼狈，然后或者是下雨天在台上演出，我们都在玩水。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间真的会比别人长一点，就有点像餐厅一样。餐厅不是有两段班吗？可能中午的用餐时段工作完了之后，然后休息两三个小时，再继续下午的时段。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通常呢去外地演出啊，都要可能 maybe 八点集合，然后早一点远一点可能要六点集合。对。然后出发之后十点去当地的演出场地去开始装台，塞道具啊，然后准备一些东西，衣服什么的，然后到十二点吃饭，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再两点开始彩排，然后晚上呢可能五点的时候休息放饭，然后化妆，然后七点再演出，就正式演出。演完之后还要拆台，还要拆台。对，然后拆完之后通常快一点好了，快一点在十点。对。那如果比较大的戏，然后道具比较多的话，可能要十点半、十一点。对。然后等到我们回到饭店，可能已经是十一点半的事情。对。所以你要看我们早上是从早上的八点就已经从台北出发。然后一路工作到晚上的十一点半，所以工作时间呢是非常的长的。那当然有一些等待的时间。其实想起来啊，我觉得有经历那个过程，真的会让我们成长蛮多的。就是遇到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工作，感觉都是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因为我们做过更有挑战性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你可能看起来啊，收入这么高，四万多块，我觉得每个工作都非常的辛苦了。但是演员呢，真的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可能这么简单。我觉得演员真的很需要自律。其实演员就像运动员一样，你必须要把自己练好。那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啊，你还需要去，比如说学一些才艺，然后去精进自己的能力。对。可能肢体的协调啊，或者是口条啊什么的，需要继续去花时间去精进。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我们就会为了那一分钟花十年的时间去精进我们自己，为了让我们自己在观众面前呈现的是最好的一面。当然，我的薪水可能真的是，比平均我觉得算是比较高一点，因为我是以量制价，我价格可能没有像其他演员的比较厉害演员薪水来那么高。对，因为我也算是从零开始进剧团，所以我的薪水拿的可能没有像大家就是其他比较优秀或者是他可能就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来的这么高。对，可是我演出场次呢可能会比他们多一点。很多。对，等于说我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去接演出了。对，你非常认真，你真的非常认真。好，接下来是104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结婚那一年。那一年呢，我薪资单是从八月开始啊，因为你离开了，就是我一到六月休息了一下，我跑去健身房工作。对，然后八月的时候又再重新回到剧场演出，这样子。可是你知道，你那一年跟我演出的一整年场次没差多少。哦，真的哦，下半年我又非常努力的把它演回来了。那时候年底在公布我们一年到底演了多少的时候，对，初三演了一整年，跟我演半年是一样的。对，就是我也蛮努力在接的。对，只是为什么你可以那半年，然后你回来变那么夸张？因为我运气好，机会比较多嘛，有长辈的爱戴。好吧。认真工作，八月份拿到多少钱呢？是，扣税前是三万，然后扣税后是26430元。24岁的时候大概26000。对 ，OK， 好，然后再来是七月，哎，啊，有多一个七月，七月是18000，不用扣税的。18202元，没到20000。所以我六月结完婚之后，七月就开始演出了。好，然后再来是九月，九月也差不多20000多块，是26476，然后扣税之后呢是23299，大概22K 左右。然后哦，这个厉害了，十月份就赚的比较多了。十月份赚了66010元，然后扣掉税之后是55849元。哇，你要想。其实我们赚的钱有个极限在，对，因为一个月就是30天，对，演出的场次也有限，对，这要接到多少演出来算一下？对啊，你要接到多少演出才算六万？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总共演了26场，一个月30天，你接了26场，我演了26场。那这个月我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其实很多个月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月就是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外面校园演反毒嘛，对，然后可是也有个大戏在演，那大戏也要回来排练，
所以我们就是早上四点钟，因为、我们要演校园都要很早起来，大概凌晨四点就要起来，四点起来去演出，然后因为一天要演两场嘛，就早上八点开始演，演到十点，然后下午再一场，下午再演到四点，然后四点结束之后呢，我们赶快赶回台北，我们从台中然后再赶回台北，晚上七点排戏、然后排完之后排到大概晚上十一点还是十二点嘛，然后排完戏再坐回去饭店，然后隔天早上四点再演，再继续演，哇，超拼的。但是年轻嘛，那个热血疯狂啊，真的就是赚钱嘛，所以也还好。然后又加上是演出是自己的兴趣，就觉得一股劲。然后问我要不要接，因为基本上我们是 case by case 嘛，所以我们也是算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样子。想一想，真的很热血。你看我这一整天哦，工作大概18个小时，搞不好有，就是一定有，只有在车上睡觉。然后真的，你到饭店的时候，我印象深刻，大家洗完澡都一两点了。然后四点又要起来，那时候真的想起来真的充满回忆啊。但当下其实真的蛮累的，因为演出真的也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的。对，尤其是演反毒的时候，那个戏又比较耗神一点。对对对，这是十月份用血用汗换了66000，然后在十一月份呢就稍微回归正常一点，大概是扣税前是36500元，然后扣掉10%之后是32120元，这月比较正常了。对，比较正常一点。十二月份呢，也是赚了36476元，然后实际上扣税前是41000，平均下来呢，如果是下半年平均的话，大概也是30000多块了。30000多块，就是一个月比较特别紧一点。那时候可能剧团的案子接比较多。哎，其实那时候很爽哎，24岁、25岁嘛，一个月可以赚到60000块，其实是蛮开心的。当然是比很多人少了，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可能做生意啊，赚很多钱。可是我们这种工作有那个钱的极限在，极限在用那个劳力卖命换来的，就是感觉哇，好值得，60000多块，一个月赚60000多块，值得，就是感觉可以买一个包嘞。那个时候不可能会想说那个价值观，不可能这样会去买包，对，不可能，因为一个月才赚60000多块，然后那个钱都是很辛苦、很辛苦换来的，就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把它花掉。对，再是105年，就是2月份。2月份呢，就跟苏珊讲的一样，就是之前的小月。小月，所以赚了23000，然后扣税是21000，还是被扣到。然后再来3月份，3月份，好惨哦！3月份发生什么事？好空哦！对，3月份是拿2月份的钱啊。2月份就是真的是小月，所以我刚刚2月是拿1月的钱。二月是拿一月的钱，对，15200，对，真的很小。然后再来，少一张3月，那是4月。4月的话是41800元，多了，不错，对，开始回归正常，很多演出来了。然后扣税之后是34000。5月是又破纪录了，哇，大月72000哎，70000哎，然后扣税是65239，哇，又是好开心哦，用命换来的70000块哎，对，演出演到70000块，不得了哎，这不得了，真的是用命换来的，这要演多少场？7月份呢是20000块，然后扣税是18000。这个八月好少，八月怎么了？八月没接几场，只赚6100，可能七万块赚太多了。是不是隔一年的那个啊？没有啦，我们去度蜜月。对，我们去度蜜月。对啦，6100，合理。然后再来9月开始有点怠惰了，还没回来，度蜜月还没回来，12300。再来是10月份，总算恢复正常了。赚了43982元，很好。然后再来是10月份也很正常哦。这不正常，不正常，太高了。这不正常。63204，然后扣税是56000，然后再来11月，哇，我就是真的是，要么就是一直赚，然后要么就是都没有，都不赚啊。因为我们真的6、7月的时候，我就想说休息一下，那时候就也是觉得身心灵到一个极限。就是演出也这么多，刚演完大戏，因为之前接了一个70000多块，反正就是一个累积啦。那时候就6、7、8月可能休息一下，所以就会有那种10000多块、几千块。然后现在回到11月之后呢，又飙到6万，对，11月是6万，然后扣税是54000。哇！然后再来，这是最后个12月，12月是40000块，扣税是36000。1月没看到，23000。23000。对，106，哦，再来106，106是多少？2017年，2017，也就是 Cody 出生的时候，这是尾声了，对不对？所以难怪我们有106年的薪资。好，尾声了，2017年的6月就是 Cody 出生嘛。对，那我们大概是5月、6月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全职拍 YouTube 影片，所以我演出呢也大概就到3月还是4月，然后后面就接比较少。对，后面真的就是接比较少，然后薪资单我也没有去要了。对，然后偶尔7月、8月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演过一次顺风耳。有，你有去，然后那时候
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家里一打一，吓死嘞。然后一月份呢，赚了34,250元，还是有在演出，有保持，有保持。在三月。三月就是二月的钱啦，二月真的因为过年，所以钱都特别少，就是也算正常，也不是说有演出没接还是什么，对，就是14,150元。然后再来是四月份赚了26,383，扣税前是29,000，对，所以扣你六月出生嘛，到四月我都还是一直有在演出，对，你是整个五月陪我带产，对对，所以如果平均算下来啊，大概真的是4万多有吧，应该3-4万一千，对，可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在接，其他演员可能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高，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演出的那个费用是不一样的，嗯，对，因为你可能多了会一些才艺啊，多了一些其他没有的能力，我算是真的是非常没有什么才艺的那个价钱，对，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你不要这么说，你是努力的，对，我是努力型的，就是苦干实干型的，就是一辆自驾的，所以虽然是这样，但是我接了很多演出，所以我的演出费其实也算 OK 啦。对，不过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很多剧场演出的朋友们，像我们之前在剧团的朋友，他们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工作了，就常常看到他们的限动都是我在哪里打工接那种短期展演的班。从二月开始，然后2、3、4、5，现在几月？六月了。对，已经整整5个月。他们从一开始2、3月的时候可能没有工作，然后想说，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就稍微等一下。对。然后等到后来发现，不行，再等下去他们真的没有钱交房租，就吃土了。对，没有钱吃饭，然后因为他们也有家人要养，所以真的是完全没有收入，他们就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对。啊，有些人去展场，有些人去专柜，有些人去哪里这样子，其实看的是蛮心疼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资产，因为你要培育一个这么好的表演者，其实不容易。Maybe 是剧团 ，Maybe 是国家，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钱在栽培一个人，可是到后来他反而去做了一个不是他专业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浪费这个资源，真的很浪费。对，然后有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他去找了一个专柜工作，那他之后也回不了剧团，因为发现很稳定的，但他就觉得居然演出也不稳定，好像也不太需要。对，我们国家是不是就这样少了一个人才？然后今年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纸风车剧团也开启了一个纸风车返校日的一个活动，算一个线上的剧场。现在没有办法去下乡给演给小朋友看嘛，那他就用拍片的方式，他也办起了一个1分钟创意影片的募集。剧场演出的演员们不至于饿死，你只要发挥创意，那你拍出1分钟影片，只要通过他们的审核，就可以拿到3000元的奖金。那也很多剧场的朋友因为这样去报名，然后而得到这个奖金。所以剧团还是真的是很讲义气啊，很讲，真的很讲。严格讲起来，根本就没有剧团这样做。对，他也是怕大家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所有人都走了，那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演出给小朋友看，就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大家可以多多订阅纸风车剧团的频道，那他们有纸风车返校日这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今年各行各业都遇到蛮大的困难，那剧团也是一个真的是很辛苦的，完全没有演出，那半年都没有收入，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纸风车剧团的 YouTube 频道，还有他们粉丝专页去帮他们订阅、按赞。如果你也是剧场演出的相关工作者的话，你也跟我们讲到一样，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收入了。对，那你也可以开始拍1分钟的创意影片，不无小补啦。对，不无小补啦。好啦，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哦。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弟弟，妈妈，你要先跟他玩了。我也想跟他玩。好啊。妈妈。他其实喜欢呼噜呼噜呼噜，你等一下摸他就呼噜呼噜，他发出呼噜的声音。妹妹来。